铁面判官尤俊达领着程咬金来到长叶林小孤山。这个地方山峦起伏啊，形势险要。老程一看，这边是连绵不断的山岭，立时如刀，卧时如虎，这样钻到山里的没个少。往这边看，五目狼林，是一眼望不到头。风一吹，树头一动，跟海水的波涛相似。正中央是一条官道，曲曲弯弯，就选中了这个地方。这归哪管呢？归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和兖州府交界的地方管，两县交界处，也是官军必经之处。尤俊达看完了，跟程咬金说：“大哥，今天您可是总指挥呀，我不能露面，全看您一个人的了。”“没问题，交给我了。”人手都到齐，都到了，已经全埋伏好了。好嘞，咱就在这眯着。当时宣布，不准点火，你点火的冒烟呢，引起官军的怀疑，全都自带干粮跟水葫芦，而且在那待着不能动，这探头索脑随便溜达溜达不行，趴草科就老实在那趴着。在石喇子后头也老实在石喇子后头待着，哪儿都不能动，鸦雀无声。等啊等啊，到了6月23的中午，官军到了，前头是骑兵，后头是步兵，程咬金有点冒汗，没干过。老程有点喘粗气，兄弟，我心里怎么有点敲鼓？别介，别介，稳住心神呐、啊！你要是心里的没底，可就糟了。不，我就那么一说，他都没干过，他心里他发紧张。来了，由远而近，是风卷旗号。3000人马，为首的两员大将，大太保罗芳，二太保薛亮，一个白脸一个红脸，年轻的俏皮小伙，都是银盔素甲。罗芳掌中托枪，薛亮掌中是金背五通刀。登州的两员大将，说到这儿，咱还得介绍介绍。燕海登州王靠山王杨林在这套书上了不起啊，排名榜排的第八，是第八条好汉，13条好汉他属第八，胯下马掌中一对秋龙棒，勇冠三军。而且这老杨林是当今皇上杨广的亲叔叔，贵为亲王啊，坐镇燕海登州，就是现在的呢烟台市，就山东烟台地区，而且管着水师，水陆军兵归他一人节制，那是了不得的地方。靠山王杨林是大权在握，老头子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，老绝活什么没有，他这个性情也古怪，所以呢在军兵之中，在将士之中选拔了12个年轻人，都收了干儿子，号称12家太保，王爷的干儿子，那当然是打妖，官封将军之职，在帐前聘用。这次杨林的确是要讨好皇上，
别看皇上是他亲侄儿，也得打刘须，那权力那了不得呀！哎，讨好皇上，刮减地皮，哎，抽税增税，增了到48万两啊！这还不是国家正式的税收，额外多收的48万银子，那数目相当惊人。要派人送往京城，交给皇上，让皇上支配，修什么安乐宫啊、逍遥池啊，你爱怎么花怎么花。这是当臣子的孝敬皇上，这是表示我一片忠心。不就他们那当官的嘴一歪歪一个想法，老百姓倒霉呗。那钱能出他的腰包吗？不能，就得从老百姓身上去挖。山东人都苦透了，10年9涝啊，黄河老泛滥，黄河两岸的人怎么活呀？还得交客捐杂税，能不造反吗？那肯定得走投无路，就得挺身走险了。杨林呢，把银子筹措上来了，他离不开，他能进京吗？一旦这发生战争怎么办？他得坐镇山东。所以呢，在12个干儿子当中挑了俩，就是老大老二，大太保、二太保罗芳、薛亮，知道这俩孩子岁数大一点，可靠，能耐也高，都受过自己的真传。在起身这天，杨林就交代罗芳、薛亮，千斤重担你们俩挑得起来，爹您放心吧，这没问题啊，咱们是官军呐、啊，还带着3000飞虎军呢，我们怕什么？也不能掉以轻心。山东的地面很乱，逢山有道，遇岭藏贼，响马甚多，一路之上万水千山，非同儿戏。爹您放心吧，万无一失，我们以生命担保。好，我相信。办了手续，起了身，6月12点对出发，押着48万银子，一路之上平安无事。一开始他俩挺紧张，等到了这儿啊，这心就放下了。心说我爹是当官当的年头多了，越老啊心越细，越老胆越小，什么贼敢接官军？官军要是30、50、180行，这叫3000呢。压着这杠铃就有人敢接，怎么哪有那种事儿？这不相信呢，哎，不可能。两个人睡得也香了，也不那么紧张了。这天人马进了长叶林。大太保罗芳骑着马，哗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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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岳宇，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队伍站住了，把向导叫过来，向导官，赶紧到马前施礼。大太保有何吩咐？我这叫什么地方？这叫长叶林小孤山。归哪儿管？归历城县和兖州府两家界的地方。这地方怪吓人的。哎呀，这可得留点神呐、啊！我兄弟，注点意啊！告诉前队哨兵，告诉后边的，大家都精神点，弓上弦，刀出鞘啊！等走出山区去，大伙可以歇一歇，大伙都精神点啊！啥？前后做了传达，队伍是缓缓而行，哗哗哗哗，正好走到出事地点。尤俊达看得清楚，大哥，可以下手了，下手啊！好嘞，准备。老程是总指挥呀、啊。紧跟着，吧，吱吱吱，
放起三声响箭，这响箭带哨啊，听出多远去，通知各柳子的弟兄。紧跟着一棒锣响，冲啊！别让他们跑了。在山上，这大石块像雨一样的砸起来了，弓箭是密如飞蝗，打官军可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这官军往前走着，这官道两旁山树林毫无防范，这一下子出其不意，给砸花来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我的妈呀！也不知道这响马有多少，摇旗呐喊呢。罗芳、薛亮吓得是魂不附体呀、啊，这才相信干爹料事如神呢、啊。怪不老头千叮咛万嘱托，真有这组事儿。人人人，站住！不要跑，站住！主将在这坐镇，军兵慌乱之后马上归队，伤了不少人，一个个吓得是心惊肉跳。正在这时候，老程推开大肚子蝈蝈红，手擎玄花大斧，拿命来，催马就冲上去。尤俊达在树林里头窥视，行行，我这哥呀真有两下子，没干过呀，真够唬人的，胆子太大了。再看程咬金马到近前，人人人大斧子拼端，像那套词儿怎么说来着？哦，想起来了，要带此山是某开，此树是某栽，要打此处过，留下买路财。别走了，把银子都给我留下。罗芳、薛亮稳住心神，一个端枪，一个端刀，跃！哎呀，一瞅这家大蓝脑袋，变脸朱眉，看得清清楚楚，铜盔铁甲，骑着大红马，端着大斧子，嗷嗷直叫唤，真好比瘟神相似，看着都瘆人呢。罗芳、薛亮交换一下眼神，大太保双脚一点飞虎战，哒哒哒哒哒哒，这匹马冲上去，离着老城不远了，把马匹带住，哎，砰砰砰，带，好胆大的响马，你劫道你也睁开你的眼睛，你知道我们是哪儿的吗？燕海登州。靠山王杨林的麾下，我们是国家的官军，你活腻歪了，你敢接我们，你长了几个脑袋？放你娘的狗臭屁！杨林算个几儿？你们又算个几儿？你阿面来！罗芳一看这吃生米的事，火往上撞，催马摇枪，摇枪。砰！就这一枪，奔老程的梗嗓变脸。尤俊达看得清楚，尤俊达那心提的嗓子眼儿，哎，相哥呀，这是看你的。程咬金一看人家扎来了，一道寒光扑奔梗嗓，招他也忘了，手忙脚乱。后来程咬金琢磨，去你娘的吧！你扎我，我就拿斧子劈你，我好不了，你也好不了，咱俩对等。想着这把大斧子举起来，他把原来那词儿他全忘了，招叫什么名也记不住。
突然想起一个词儿来，劈你的脑袋，劈脑袋头一招，这大斧子就下来了。单说罗芳受过靠山王的真传，小伙子真有能耐，没能耐杨林能派他来吗？但是这种招数罗芳没见过。罗芳一扎一看，哎，这家伙一不躲二不闪，抡斧子奔脑袋来了，劈脑袋，什么招啊？罗芳心说，这不玩命的招吗？我也给他捅上，他也给我劈上了。哎呦呵，这家是个亡命徒啊，我能跟你一块受伤吗？不可能。没办法，赶紧抽回大枪，横弹铁挂梁，开！举火烧天式往上一崩，崩老成的斧子，老成大斧子往下一砍，劈脑袋。一看人家一架，哎，有招了，也不知道怎么上那个机灵劲儿了，搬斧头一推这斧嘴，这兵器后头都有嘴。有头有转，那斧转三愣一个尖儿的这么长，那家是钢的，那碰上哪也受不了，比枪尖子还快。扳斧头一线斧转，小鬼踢牙，有这么大牙签吗？妈，那皮上受得了？啊，去！奔罗芳的梗嗓打来。罗芳往上一架呀，一看这招来的太快了，好一个小鬼踢牙，没办法，双脚往前蹬，身子往后仰，使了个金刚铁板桥，唰，脑袋后脑勺粘到马屁股上，一踢牙没踢着，他就躺下。那玩意打仗能老躺着吗？他不能啊。一招躲过去，罗芳刚坐起来，老成搬斧转推斧头啊，掏你的耳朵，这叫什么招？奔这就来了，挂着风，手疾眼快，大太保刚坐稳，那刷呀就到了，措手不及呀、啊。我命休矣！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，往下尽量一缩身，缩的慢点儿，斧子来的太快，一溜金风，啊、这一斧子把头盔给砍掉，头皮给片下一片去，要怎么叫炒肉拉皮儿的？疼这一下。这血就窜出来，满脸都是。谁不怕死？大太保哎呀一声声，喝大便跑。程咬金都不知道怎么给人糊了上去，一眨巴眼睛一看，对方败下去了。哎，我这掏耳朵好使唤呢！一高兴，哇哇山叫。军兵一瞅全吓坏，大太保败归本队，扑通从马就摔下去。二太保薛亮赶紧下了马，大哥怎么样？哎呀，我脑袋没了，脑袋没了还能说话吗？哎，这怎么什么没了？您头顶受伤了，都吓懵了，都快快找军医包扎。那军医也随时都跟着，那没有哪行，上止疼药止血药，拿药物把脑袋勒上。大太保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二太保一看这不过去也不行啊，回去没法交代，催马摆大刀，是直奔程咬金。好香啊，而胆大包天，天包胆，血我操，照刀奔，恨不能一刀把老程劈为两半。程咬金一看啊，又这招，我还是老调重弹，你劈我，我就劈你，咱俩玩命，劈脑袋。二太保一看，这什么招？这是
横刀招架，开着小鬼踢呀、啊！我的妈呀！往后一仰，扶短踢空了。他刚坐起来，朝我儿子。二太保一看我大哥倒霉倒这招了，哎，他挺机灵，往下一哈腰，躲得挺利索，这一下真没逃着。二太保坐直了，心说我比我哥强，我哥就这三招就打了败仗。你看我没事儿，逃儿子没逃着，朝着这大斧子抓过去了，心说怎么没逃着呢？斧至心灵，冷不丁的斧子一翻个又回来了。沙包带脚又冒出一招来，二太保正在得意，刚坐稳的刷烧带脚，这什么招？这是这下给烧上了，躲闪不及，咔嚓呀！还得说程咬金呢不老练，这是没准儿，这斧子偏高了，这烧带脚没烧到脖子上，也是头顶头盔砍掉。二太保真不善，脑袋没破，尽管如此吓得都尿裤子里头，拨马便走。好厉害呀、啊！这都什么招？这是他往下一拜，尤俊达在树林里头盯着，大功告成，弟兄冲冲冲啊！乘胜追击，打仗讲的是一鼓作气，为什么吵吵吓唬对方，给自己仗胆儿，冲锋陷阵前都得喊唰，干嘛仗胆儿？谁气势大就能压倒对方。本来两个当官的都打了败仗，军心就不稳，对面以强大的攻势冲击下来，站不住脚了，哗，逃吧！谁这条命也不是风刮来的，哎，谁不想活呀？立足不稳，像退了潮的洪水一样四散奔逃。罗芳、薛亮也顾及不了许多了，心说我们也得跑，盯不住啊，跑晚了命保不住了。他们这一跑，48万黄杠银子扔的是。程咬金一看太好了，追呀！我看你往哪跑，那没人来，你说你追什么劲儿？目的都达到了，你还追什么？外行嘛，忘乎所以了，越追越高兴。一口气儿追出有10里地去，眼看就出了小孤山了。罗芳、薛亮跑着跑着回头观看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太凶了，揪住不放啊！又气又羞又恼，罗芳就喊了一声：“哎，小马，小马，你听着，你敢不敢报通明星？”老程把大肚子一舔，是一声大吼。